色。好，哎，这款是很凉感的抓皱设计，弹性，好吧 ，S M L 都可以穿，然后它也是设计就是不会跑，也算就是它服帖度也很好。胸口就是这样小 V 的，里面我是穿个小可爱就可以了。然后是整件是它是属于凉感的坑条，凉感坑条，然后有点造型这样子。然后下摆是有点小开叉，什么材料？哦，什么质料？这个是棉啊，也是棉啊，它是坑条的，坑条的，对，很细的坑条。哦、嗯，就是它也是算有点凉感的那种面料，因为韩国的面料我也不会喜欢这一款。就穿起来是舒适，细坑条，对，很亲肤的那种，是比较那种。那、啊、突然停了一下。哦，这个紫色很美哦，淡紫色，这个搭个宽裤也好看，牛仔裤，哎，白裤，白长裤，就是穿个长裤搭也 OK， 舒服一点。搭白长裤也都很好。对，或者是你们想要穿那个格子裙，配裙子也可以。一定要穿一字吗？这个一定要穿一字，我正常穿看看，穿，它就是这样子，穿上去就是这样子，稍微一点 V 领，对，它就是感觉，它就一样是 V 领这样，所以其实你在动都还 OK 啦，它跑上去就是这样，我穿到最顶端了就这样，哇，然后紫色的还有，我觉得紫色蛮特别的色的，这是。就韩国的紫啊，哦，韩国就很爱紫色啊，韩国的蓝，对啊，哦，韩国的什么橘色，就是他们的色系做的都非常到位，非常漂亮。好，那我换我的粉色，粉色给你们看一下哈。好，它正常穿就是这样子，它不会说整个不会跑这么上面，就是其实本来就会，你怎么动的话就是会有微V的感觉。然后胸抓皱的设计，里面其实穿个小可爱就可以出门了。白色长裤长度，等一下会见。等一下长裤下一款好不好？对，然后它其实是有一点点边是有一点那个波浪的设计，有没有看到纹路？对，有点卷边。然后其实搭的高腰裤是不会露肚子的，就是微刚好在这里，刚好盖住，你也不用塞进去，长度很刚好，然后背面，其实这个穿起来就是很舒适的那种，很舒适，配个宽裤也好看。短搭的款，对，最常穿夏天就是小短裤这样子，然后还有黑色也蛮性感的，色，性感黑，弹性的，好吗？来，有紫色的，有喜欢的话编号17紫色，然后粉色的，还有黑色，哎，我觉得黑色配那个卡色宽裤好看，可以哦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算。我真的觉得那个宽裤超好看的，真的。有没有还没买的、啊？宽裤还没买的，等一下赶快去官网买，真的。它就是真的很凉感，看像它搭多好看，超好看的，很有质感哎、欸。这宽裤是值得包的。来，那个短裤编号几号？